那么那一段时间只有这边后面的那个比较比较多。其实我也是说专门开业绩公司，现在我看到你们这边要叫叫，还有没有谁要一些什么东西要创业？那那边要用三脚架，对了，用三脚架，然后慢慢开。还有我们的手机吧，我们在那个一楼等你们啊。好，然后三楼，三楼的楼梯啊，三楼等你们。先拍没有？